今天 4AM 选择了去东边，这安全区不会往西刷吧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左边 T1 战队落地就遭遇到了一波奇袭。哦、oh, ，Footballist 这一个前期淘汰数最高的队伍没有之一，果然是在今天又率先开火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落地之后 roll 枪的状态。守法令，哦，自己一把乌姆斯，但是对方先没有听到脚步声吗？姚射换枪啊，想补人头没问题，队友 last 过来补枪，好像没有能够站住。Rom 在这个舞台上用喷子和弩。他要秀了，还有两发子弹，两喷，我有什么就用什么，又是一喷，对方是一个大残，而且好像没有子弹，还有机会，对方也是喷。Footballist 来自国际赛场的喷子，而与此同时，另外一支队伍也快乐起来了。Loops 面对 4M 两人包夹，敌人队友倒地的情况之下，像素稳住了，前期 4M 豪取四分，一瞬之间。只剩下14支战队了。